好了，今天我可以吃不要，先不要。大家好，我是胡夫提社。那今天的外拍节目的话呢，跟我搭档的呢不是摄影，我们今天换成三位 coser。那他们三位的话呢，都是跟我有做配合摄影的 coser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呢，是在高雄的 WS 的会场。那我会请三位 coser， 他们分别在指定的时间之内，去个别搭讪三位场上的摄影，随机搭讪三位，然后请他们呢各交出一张照片，来回馈给我们节目做一个使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我是来自香港，然后今天出的角色是 FGO 的小杰克，希望等一下不要收到好人卡，耶、yeah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ka， 我今天出的角色是《恋上换装娃娃》里面的海梦 cos 的角色16夜跟杀，期待等一下的挑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Zoe， 那我今天 cos 的角色是Spy Family 里面的约尔，然后今天穿的是长服。那我今天呢没有黄昏，所以我今天是单亲妈妈的部分。来，女儿来一下。我今天会带我女儿去各种搭讪摄影师，和顺便找我的新老公。那我们大家都自我介绍过了，我们现在决定一下今天的拍摄顺序。那我们三位的话，三组人马就猜拳嘛，然后输的人往前面，好吧？那我们请三位就剪刀石头布吧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很有默契啊！你第一个，所以小南你是今天的第一个喽，好不好？好，很紧张。那其实我有点意外，小南你抽到第一个，对不对？但是好，很好，有斗志，很好。那个待会没关系，等一下呢，你就到场上，你找你觉得可以帮你拍出好看照片的摄影。好，那你就只需要跟他说，你可以帮我照个相吗之类的。好，那希望照片可以交给你。对，如果他答应的话呢？不敢做输赢。不敢什么？不敢做来输赢。我们没有玩那么大了，就是，如果他答应的话，我再跟他说一下相关的规则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喽。好。那现在就由我第一个来找摄影，我会有点口音，不要介意，不然就输赢，耶、yeah。就输赢。就他看冷气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录影。好，请问可以帮我拍个照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那，先生你好，我跟你说一下规则。我们今天在录一个节目，我这边有三个 coser， 然后他今天搭讪你，那希望你帮他拍张照片。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在三天之内把照片交给我们。Okay。 那我们会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里面去。Okay。 好不好？那你先，我们会大概给你大概一分钟左右，你可以单独拍他的时间。嗨，那我们到这边来好吧？对。我们第一组拍摄做完了，对。然后我想问一下小南，为什么你会挑这位摄影大哥？我呢？因为很多摄影已经在拍，然后我其实在找单独走的摄影。然后，第二点是，因为我怕遇到变态，然后我找比较就是。不好意思，就是看起来清爽一点，这不像变态的吗？对，然后就是还有第三点是，不是用手机拍的。哦，你觉得拿相机是很必要的？对。哦。手机那个镜头很鱼眼，就是这样。好。好。那谢谢。等一下。小南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好了，以我自己也是摄影的。眼光来看，其实你挑对了一个人，因为他用的相机跟我们一样是 Sony 的，而且他那个镜头应该是50 GM 1.2，这个是现在号称拍人像最厉害的镜头。对，所以其实你虽然
虽然你是看长相选的，但是你选到一个镜头很强大的摄影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帮我拍个照吗？ Okay. 我们在录影。然后，对。你是找谁啊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别找了。来，你靠近那里，跟他讲话。镜头在那边，对那边讲一下。等一下的话，就是我们会给你一分钟单独拍他这样子。好。然后三天之内你交一张照片给我们就可以。OK。然后这个过程你会入镜哦，会帮你录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没有问题吗？没有。那就可以开始了哈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你可以找你想要的。哎，那个小佑，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你要不要？你如果要引导讲话，你可以带着。我比较少引导讲话。那不用了。好，可以。麦克风都关掉，准备。看你们拍完。那我们还没，还在忙。好。比较少引导。三二一，开始记哦。开始喽，时间计开始喽。还有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小南找这位摄影大哥？因为很多摄影嘛，但是他看起来都很厉害。对。你觉得他看起来很厉害？好，我告诉你好了、哦。你刚刚选的第一位呢，你挑到一个镜头很厉害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小月我认识他一段时间，他器材方面的专业可能是我目前南部的摄影里头，因为他应该是算知道的程度是最前面的。Top 前几名的、oh. 对，所以其实你还是蛮有挑摄影的眼光，好吧？好。都在休息，我都不敢找。没有，小南，你太害羞了而已。是吗？你太害羞了。我不知道哎，有些在拍，然后有些在休息。我要是不放过。对啊，其实小南，我能拍风景，我都放过三封新闻。被抓去了。哎，这个是我拿着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就对话。我们现在应该都在录。好。有时候。小南，你这样已经是几乎是整个给他走了一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以为就是会在草地那边活动一下，没事，你想走就走了，因为走这么远其实是有点超乎我想象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请问可以请你帮我拍个照吗？好，还是你们已经在？你要等着这个拍吗？好，不是，我们在录影。我们现在在录一段影片，我请coser 去搭讪摄影，帮他照相，然后你只需要交出一张照片给他就可以了。大概我们会给你一分钟的时间，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会录影，要放到 YouTube 频道。你 OK 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你现在开始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你可以带他去你觉得 OK 的地方照相。好，好吧。谢谢。走吧。耶。好。晒爆了。那边是热爆。好，阴影下面就好。好。聊点。哎，我是有点我。你就站这个位置就好。好，这个位置。然后正面一张，背面一张。对。我是可能会。稍等我一下哦。我们会帮你欣赏啊，你有一分钟的时间。都是那句啊，我会找拿相机的，不是拿手机的。然后看起来比较厉害的，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谢谢这位摄影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完成第一组之后，那我们第二组，米卡的话呢，
这身高应该有180公分。对，我整路穿高跟鞋跟大家一起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我们出发。好，我们直接带大家深入那个最危险的禁地，好不好？传说中很神秘的位置 ，Go Go！ 那我们今天要找谁？找一个那个，我目标第一个，我要找最帅的，最帅的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听过这么诚实的宣言。最帅的，可是今天大家都戴口罩，我也分不出来谁最帅，谁不帅。结果摄影比 coser 还要神秘啊！对啊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我们要找谁？今天我稍微提升到一点的照相。阿姨，我要来这住啊！可以来照顾我。你好，可以请你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吗？他没空。我被打枪了！好人卡一，我被发第一好人卡。我被发了。帮你拍啊！没有没有。我现在在找目标。我觉得那个正在做事的那个。哈！我没想到你，我没想到你侵略性这么强啊！你直接，好难过，被打枪了。你这个是太夸张了吧？你这个是把其他的摄影当成插标卖手之徒吗？可是我想说，好了，可是要找闲置的吗？闲置村民找闲置的是比较妥当。你这样等于是进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啊！你这样有点过分。闲置村民，你来，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帮我照相吗？好，请解说规则。那个先生你好，我跟你说一下，我们现在录一个节目啦，我们这里对，这里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光线可以照到脸。照到脸哦、喔。对啊，好，这样。好。好，因为有鼻子这边有阴影。好，我很喜欢这样子。你喜欢鼻子有阴影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有立体感啦、啊。我焦段比较长。好，3、2、1。我喜欢照全身一张跟一个。特写这样子，特写好，好，3、2、1，加一张，3、2、1 ，OK， 不好意思，这边他录影，这个可以先让他录，谢谢，好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找帅的，然后那就是。非常的白净，皮肤超级白，比我还要白啊？是吗？很斯文，赞。然后，那我最后我想请问一下，今天的摄影器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？你看D610跟小黑五，那个70200，你控的。70200哈。对对对。难怪你刚刚退那么远啊。对啊，这是长焦特写，很漂亮。OK， 就是拍人像非常优质。我的兴趣是拍特写。下去，对呀、啊。我们要去露营哦，还没完呢，我还没收工，好不好？今天妈妈没有来。等一下，你这样我不是很狼狈吗？这样才行。不认识，不好意思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请问你们是在私拍吗？没有，那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别在你，好，这样就可以，正常，这样就可以，正常说话就可以了，正常说话就可以了，正常说话就大概。我是小 A， 可以开始。好久不见，原来是认识的。哎，我靠，这时间很小哎。然后就大概一分钟左右，一分钟左右，耶，可以。好，我会帮你清，因为有人干涉，我拍进去。好，那我稍微拍，他刚好这边有个光线下来，那你背对他好了。我背对这个光线吗？对，背对这个光线。好，我先从这边试看看。好啊。好。好。OK， 再来一张。耶，谢谢。谢谢。
好好。那我想知道一下，为什么 Mika 这一次挑这位摄影大哥？好，因为那个我知道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小港社教馆，然后会有一个这个水沟的场地嘛，然后其实这边都会有一些隐藏的摄影大大、摄影神手在这边，所以对，就是内行的摄影都会到这边照相就对了。没错没错，哈，对，所以我们来这里找一下，确实是老司机了，没有错了。很多摄影会用这个墙啊拍一些，对，一个构图，好吧。第三个，第三个 ，Go Go！ 救命！跟上了，跟上了。我们先来找一个手机摄影。你不要跑太快。好，手机摄影，可是手机摄影好像有点难找，小心哦。你可以叫住他，然后强迫他用手机帮你拍。真的哦，我们找那种很明显就是来尝试乱晃的，来吧。请问一下，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好 ，OK 吧？可以吗？那我们再录影。然后，好，现在我大概跟你说明一下今天的规则。我们现在在做，我们进来一点。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录影节目。我们请coser 他去场次上面去搭讪摄影，帮他照相。对，然后没有特定找对象，那他今天找你一定有特殊的原因。先不管什么原因啦，我先请教你，就是说你有脸书吗？或者是联络方式？脸书有，就是说等一下你帮他拍，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让你单独跟他照相。然后拍的照片呢，你至少要交一张给我们。要交照哦。对，三天之内交给我们。对，那过程当中我们会做录影的。那你方便就是让我们做录影，然后还并且交一张照片给我们。好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进行。OK。这样方便。现在可以开始吗？是。对，现在就可以开始了。现在可以。你想拍什么动作？随便啦。随便。不可以这么随便，要有想法。想法。有想法。对，来，想拍什么？腿还是屁股？拿那个瓶子，哎，对，你数三，一二三，你照了吗？一二三，好像有点亮啊。这样，好，那米卡的部分三个人就拍完了。那我想知道一下，最后一位为什么米卡会选择这位摄影大哥？我们知道场次有时候有很多那个手机摄影嘛，可能我这个第三个我就想要找一个很明显就是拿手机来逛场的路人。其实你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是挺好。我刚才想要找阿伯，我想要找一个阿伯，但是我想说算了，阿伯好像有点难找。结果想要找手机又想找阿伯，然后就找到一个拿手机的阿伯。还是我们应该找对着人家屁股拍的那种阿伯，然后就你，你这样太明显。你帮我拍照。好吧，那今天就谢谢这位大哥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们今天到最后一组人哦，那我大概先总结一下前面两组人嘛，被发了好人卡合计三次，对，然后所以被发好人卡还是正常了哦。那我们来进行第三组的拍摄咯，好吧？好，那第三组就是我，那我们现在来去找摄影吧 ，Let's go。那我希望可以找到，可以把我们母女俩拍得不错的摄影。那据我所知，你要不要搭讪女摄啊？女摄，可是我刚刚都没有看到女摄。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气质，你要去搭讪她吗？哈，在哪？在后面。在我后面？哪？一个很有气质的女摄，然后是一个后面。哇，我没有看到哎。那我们来找看看。对啊。我看到一个咯。不好意思，请问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
那这样子讲，来，停一下，我跟你走。哎，现在我跟你解说一下。我们现在录一个我们 YouTube 的节目，那这个节目的话大概就是 coser 他会在会场上面随机去搭讪摄影，是来做拍摄，是，那他今天找你一定是你有什么地方吸引他，所以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说比较可以有人过来 OK 这边好，这边蛮好，对对对对，来靠近一点哦，来，对，很好哦，来靠这边哦，好 OK， 可以再里面一点吗？在那个叶子后面 OK， 好，轻轻的握住叶子我想知道一下柔一为什么这一次会选这位摄影大哥，因为这大哥器材准备得很齐全，你看后面那盏灯，然后跟他的大炮，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也不晓得，但是就是看起来装备很齐全很专业，所以是器材取胜，对，没错，好好好，那今天谢谢大哥，其实我在场子上应该看过你很多次，但是我们今天很注意，真的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让coser 下去选择，是，所以其实他在挑人的时候，我们都坐在旁边默默不讲话这样子。是是，那今天感谢 coser 选择我。好好好，那希望能把照片很完美的展现出来。谢谢大哥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要拍吗？你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这位，这位。我帮他们，你是导演，嘿，嗨大家，嗨，没有，好了，好，三二，开始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阿尼亚，嗨，可以拍照吗？不对，是我要搭讪你，已经搭讪完了，你们已经搭讪完了，你就直接开始就可以，对，直接开始就好，你看哪里？那边啊，好。你面对我就好，然后在这个区域就可以了，然后摆出你觉得最棒的姿势。这样不会太亮吗？这里不会。好，对，可以面对我就好。对啊 ，OK 啊，好，哇，专业 pose， 来五六七啊，五六七再张，五六七 ，OK 好。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。那个柔一这一次会挑这位摄影大哥，因为你可以靠近一点说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他很帅啊，就这样子吗？对，因为他很帅，就这样。所以刚刚他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拿相机，就因为这样。对，我就是这么肤浅的人。我们再来一次哦。我的照片也是很不错的，因为小薇我拍的照片很不错，对不对？你人家重来吗？那你就可以，那你就可以说。那我们来去找第三位摄影。我个人可不可以许个愿望？是。虽然不是很想干涉你，但是我要想许个愿，你能不能找个女生摄影？不是我。那我们今天找个女摄来帮我们做 ending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对吗？你等一下。带球撞了。对，等一下我要用我道具。教练，我想打球。你有应该已经被录到，但没有，我没有。你说穿裙子的吗？对对，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来去找。罗欣，你今天穿的不是那个杀手衣？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啊。来，圈圈来。我今天许的愿望好像有机会实现啊！打扰了，请问可以帮我拍照吗？可以啊。拍你们吗？我可以拍小朋友吗？可以，但是那个不好意思，我大概跟你解说一下，我们今天这个，我们现在录一个节目了啊、喔，就是说，小艾你可以从这边过来。那个我在录一个我们 YouTube 的节目，那这个节目今天是说请 coser 他到场上去随机搭讪摄影帮他照相。对，那这个条件的话就是说如果方便的话，请你就这三天之内交一张今天你给他拍的照片给我们就可以了。那第二个就是说在拍摄的过程我们会做个录影，这样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。
就是你是拍我就好了，你拍他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是或者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主要是 coser 他们在场上去随机挑他们觉得他们中意的摄影，这样可能我不管他什么条件，他今天就是挑选了你这样子。那你觉得 OK 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。是可以啊。那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 OK 的场地，那我们就移动过去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行，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，你可以单独拍摄。好。我们会帮你清除其他的障碍。好，谢谢。好吧，那就可以移动了。你带他去你觉得 OK 的地方，好吗？然后对了，然后这个给你。你有引导过怎样的话可以讲这些吗？好专业，太专业了吧？如果你我为你帮他贴啊，这样收得到吗？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差不多。我来。哎，早，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到那边去。好。哎呀，我今天最后的心愿达成了。我猜最后我们找个女色怎么样？最后你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。谢谢。大哥，帮我拿一下好吗？这边吗？我先上个方对。这个位置可以吗？你帮我站这边。帮我站这里。过来一点。这里。我试试看，不好意思。不要理我，你不要理我，你就拍你的。有点太亮，再过来。小心妹妹。安全，全民过来。来，稍等我一下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镜头。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哦。那我们今天把九组的人马都给拍摄完了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如一为什么最后挑这位帅气的摄影大姐？因为女色真的是很难找，然后这位女色又这么漂亮，这不找不行。其实我们刚才到场次的时候，远远我有看到她了，就觉得这位姐姐看起来其实应该叫她妹妹了，就看起来气质也是很好。那我没有想到说我们照到最后的时候，也可以能够请你当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收尾，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啊，非常感谢你。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最后的话呢，我就用我在这一场高雄 WS44 的一些场照呢做一些小收尾啊。那我是有点意外，这一期里头呢出现使用尼康的朋友还挺多的。那么至于说我们摄影朋友们的形象呢，如果愿意花点时间打理一下我们的门面的话呢，在场次上呢是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好的演员上的加分了啊。那么至于器材的部分呢，如果说辅助的灯具啊、反光板这些，如果一应俱全的话呢，妹子们呢也会愿意呢多一点时间给我们做一个拍摄啊，这些都是非常公平的啊，毕竟你付出的比较多，那得到的回馈相对也是比较多的。那么这一期的话呢，就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